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Allspark.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款玩具是 Transformers GT GT01 GT2 Prim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包装，在盒子的正面呢，这里有一个这个 GT2 Prime 的这个插画，画的是相当的不错。这里有个线图 Transforma GT Transformers GT Mission GT2， 它这个是跟Transformers Work with Super GT，它就是说，变形金刚跟这个 Super GT 呢一起联手合作哦。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 Nissan 这个 Official License Product， 就是说 Nissan 有正式授权的。然后这个也是 GT 的一个 Official Model Series， 就是说它把它这个车型呢，授权给这个变形金刚，让它去使用哦。所以说这款玩具呢，它的车型呢是完全根据这个实际存在的车辆哦所做的一个设计哦。然后呢，这里有一个透明的，这个可以看到玩具的本体，然后以及它有附赠一个小小的一个女孩子 GT Girl 哦。然后这里呢，这是它编号 GT 01，然后它名字叫做 GT R Prime 哦。那正面呢，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这里有一个30周年啊 ，Takara Tomy。那看到盒子的上面呢，这里有说 Dollars for 嘛 GT 哦，特价3500块，这个还叫特价吗？真是的。好，翻到盒子侧面呢，哦，这里一样有一个插画哦，然后还有这个 GT Girl 的一个插画，然后 GT 01 GT R Prime， 哦，非常不错。然后翻到另外一面呢，这里也是 GT R Prime， 然后这个 Face 它的脸 ，Weapon 它的武器 ，Vehicle Mode 哦，它车型 GT Sister 哦，这个就是那个妹哦。然后翻到盒子背面来看呢，哦，这个就是我们玩具的一个食品图哦，一个人形以及一个载具。还有这个妹哦，就长得像这个样子。然后呢，它这里有一张这个实际车辆的图案哦，实际车辆的照片。那这个照片呢，你就可以看得到说，这一款玩具呢上面的涂装呢是完全根据这一款赛车而所做的一个涂装哦。那做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啦，非常非常赞。不棒的东西我也不太想介绍了哈。然后这边有一些说明啦，无微不微啦，什么头啦，武器啦。然后呢，在车型呢，它的引擎盖是可以打开。然后两个门也可以打开，然后它完全是拟真真实的车辆做的是非常屌的。然后这个妹呢，它有很多 pose 可以摆哦，你爱怎么玩弄它你就怎么玩弄它，反正你有花钱把它买回来，你爱怎么搞它你就怎么搞它哦。然后看到盒子的底面呢，没什么东西哦。那盒子呢大概就像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看到玩具的本体，那这款玩具呢有附带这个人偶以及说明书哦，说明书还有这个人偶呢，它有很多的手的一个配件哦。那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先把它丢到旁边去哦。说明书呢，要看一下吗？好，看一下好了。说明书随便看一下哦，它就一张纸这样打开。然后呢，哦，这里有妹哦，对，这个妹叫做 Misaki 哦，所以它是有名字的哦，不要叫它是妹，它是 Misaki。然后这里有一个插画，历代的司令官。这个车子的一个介绍，然后呢，后面就是变形的一个步骤。那我从来是没有把它打开来过的，是为了给你们看的哦。那我们把它收起来哦，这个收起来，然后就把它丢到旁边去，然后回到我们玩具的本体。好、哦，我们先看这个妹好了哈、哦。这个妹呢，怎么说，做的是还不错的，然后可动性是很高的，头部可以旋转，然后它的胸部是可以往前往后的，它可以这样子。哦，好像接住什么东西一样，有没有？然后呢，手哦，平举、哦、往上举，二头肌哦旋转，然后拳头就掉了，然后就变残障了哦，然后再把它插回去，然后脚呢，因为它裙子很短哦，裙子很短，这样子这个角度会引人遐想哦，裙子很短，所以它没什么可以往前往后的，然后呢，可以旋转哦，哦，不错哦。膝盖哦，不错哦，哦，还有脚掌也可以动哦，哦，还有接地哦，哦，很屌哦。我来看一下哦，还有腰转呢，哦，这个腰转，这个小怎么说？这个 Misaki 嘛，对不对？这个 Misaki 已经比现在官方出的一些
V 级、D 级、L 级的玩具还屌了，它的可动性、啊、所以说呢，这个小妹妹呢，看起来是蛮可爱的，身形也不错，体态也不错，好，然后它又附带这个手哦，所以它有很多 pose 可以摆哦，你爱怎么摆就怎么摆哦，你就把手拔起来，把它插回去就对了哦，你就插回去哦。那这个 Misaki 呢，就先这样子咯，把它丢到旁边去，丢远一点，滚开。好，那我们来看到玩具的本体哦。那这个玩具呢，它的载具形态呢，是根据 Nissan GTR 哦 ，Super GT， 它是一款GTR， 然后再改造成为一个赛车的一个车型哦。那这款车型呢，其实跟那个 Alternative 的 A01 的那一款科博文呢，车型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有做一些改动，然后涂装是完全把那个 A01 干掉的哦，它涂装比那一款好上差不多一万倍吧，真的超屌的，超屌的。我们来看一下哦，那这个车型呢，它跟那个 A01 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一些引擎盖啊，还有一些后面啊尾翼的部分啊，我是没有那一款 A01 的 Alternative 的 A01 哦。所以说呢，我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做一个比较哦，但是我有看过很多影片啊。那当初呢，我原本也是想要收那一款 Alternative 的 A01 的科博文哦，但是呢，我看到这一款呢，我就觉得说，吼、哦，我要收，我就干脆收这个涂装涂的最屌的、最精致的啊。基本上他们的车型变形步骤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一款是比它高好几个等级的一个涂装哦。然后以及这个赛车的形态，哦，就是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棒哦。那个官方真的是明明就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程度，你做得到吗？就是你做得到，你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子咧？我真的是搞不懂咧，哦，为什么要让我们就是越玩玩具就越开心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首先呢，在车头部分呢，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GTR 哦，印得很棒，超屌的。然后这个 MOTUL 这个我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呢，它的细节真的是多到你真的是看三天三夜，到三更半夜跳舞不要停歇，不是都看不完啊，反正就是三天三夜都看不完。然后呢，哦，你看这边非常多一个赞助厂商，然后印得非常非常细小哦，然后但是印得又是非常清楚。然后呢，整个完全看不到任何塑胶的一个部位齁，全部都是有上漆的，任何的一个细节它都没有放过。这一款的涂装呢，是我看过官方里面应该是第一名的一个涂装齁，以它这个尺寸来说，它这个尺寸呢跟以前早期的低级的玩具是差不多的齁，当然以现在的低级来说，这一款玩具是比它大很多的，然后它的重量感也是重非常多的，它有合金的一个部件，然后看到侧边呢，这里有非常多这种赞助厂商的一个涂装，这不是贴纸哦，这是出厂玩具拿出盒子，它就是长这个样子哦，非常非常的屌啦。然后看到这个轮子呢，它上面这个都是涂装的，然后在它轮框呢，还有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字样的一个涂装哦。做的是非常非常屌的啦，然后里面呢，这个碟刹的部分呢，它也是有上漆的哦，做的是真的是每一个细节它都没放过。然后看到侧边呢，哦，这边也是，真的是太多东西了，你根本看不完。你看这里有很多，这里还有个很小的 GTR， 哦，Nissan， 哦，这些 Weibo 有的没有的 TNT 哦，这什么东东啊？这个 Motor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哎，这里有个 G-Shock 哦。这个有这个模型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东西哦，对。然后呢，在后照镜呢，它还有一个很小的字样哦。后照镜上面还有咧，真的是看不完啊。然后呢，后照镜它也有给你涂一个银漆哦，哦，真的是手把也有，真的是越看越感动啊。这个还有一个网址印的非常的小，然后这个什么什么鬼东西，这么一大堆的哦，哦，真的是做的超级棒的了，超级屌的，我超喜欢这一款车型之下给我的这个感觉哦，尤其它是根据实际车辆所具等比例缩小哦，你放在桌上真的看起来就像一个实车的一个缩小模型哦，非常精致，非常屌。然后后面这个轮框也是一样
哦，印的是非常好的啦。我可能手机可能拍不是很清楚哦。然后这边有一个20周年啊 ，anniversary 啊，什么无为不为了哦。然后这个尾翼呢，这旁边这个也是有上漆，然后也是有字样图案的哦。然后这边上面有一个霓裳，然后这上面这个霓裳呢，这个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有一个触感，它这个印的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说有一点这样子一格一格一格，有点像那种卡蹦那种碳纤维的那种感觉，摸起来也是有一种这种触感的哦。然后上面印着一个霓裳。做的是非常屌的啦，看到后面来呢，哦，这个后车灯的地方都是用透明部件，哦，这个现在就是越来越少见这种东西了。然后呢，这边哦，这个 logo 也有上漆，然后这边哦，很小的一个字样啊 ，logo 啊，这边有一个 GTR， 然后呢，哦，这边哦，反正就是自己看哦，很屌，屌不屌？你说看哦，侧边哦。真的是做的是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棒哦，没什么可以挑剔的。挡风玻璃这边也有哦，这边什么尼桑啊，什么什么 Oyankini 啊什么的哦，然后上面也有尼桑啊，然后这边有个日本的国旗，还有一个德国的国旗哦，这个名字吧。然后呢，这个后面全部都涂装，整个载具之下呢，全部都有涂装，任何一个细节哦，翻到下面来看。基本上也看不出机器人的一个部位齁，隐藏度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呢，它的轮胎呢是一个橡皮轮胎齁，所以它是可以拆下来的，质感是做得很棒的齁。那这个车子的细节呢大概就像这个样子。看完细节呢，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还有咧，拜托齁，它真是多到让你看不完。它的两个门都是可以跟真实车辆一样都是可以打开的。两个门都可以打开，我把这个也打开。哎，打开，打开，两个都把它打开。打开了之后呢，哦，里面还有刻画的。首先我们先看门好了。门呢，里面的侧边它也是有刻画出这个门的一个细节哦。然后看到里面呢，它是有座位的。它并不是把机器人塞满、塞饱这整个里面的空间，它把这里面的空间呢，跟实车一样。哦，有做出这个座位的细节，然后呢，它的椅背还是可以动的，它还有后座的一个刻画哦，哦，所以说真的是非常屌。你不讲呢，大概没有人看得出来它是可以变形成机器人的一台车子哦，真的是做的细节，真的是做的非常的细腻。然后你看到里面这个副驾驶座哦，因为日本呢是驾驶座是不同的地方哦，那副驾驶座呢，这个冷气口还有刻画出来哦。以这么小的尺寸来说，这个比 Human Lines 的尺寸呢还要小上，哦，小上一截哦。所以说呢，它的细节细腻度其实是比那个 Human Lines 的等级的玩具做的还棒哦。那涂装更不用说，简直就是玩爆它了，真的是。然后看到这个驾驶座的部分呢，这个方向盘，哦，这个都是有刻画出来的，都是有做出来的哦，做的是非常棒的啦。然后呢，你看到这种。中间的那个换挡的啊，以及手刹车啊，然后仪表板啊，这些都有刻画出来哦，真的是做的是非常好的。好，那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好，还有咧，看不完，我就跟你说看不完的，三天三夜到三更半夜哈。这个引擎盖它是可以打开的哦，我每次开哦都很怕把漆刮掉哈，真的是要小心一点。那打开之后呢，里面还有一个引擎的刻画哦，看找不找得到？好像找不太到，我把灯光调整一下哦，好像看到了，这里有一个霓裳，它有一个字样在上面哦，是有一个引擎的一个刻画的哦。这个在现在的玩具基本上看不到说有引擎盖可以打开，然后引擎还有刻画的，基本上现在的变形金刚我没有看到半款有做到这样的程度哦 ，MP 等级都做不到了哦。所以说呢，这款玩具呢，这个系列呢，其实 Alternative 那个系列已经是做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系列哦。那这个后面出的这个 GT 系列呢，它是根据那个车型在做一个更精致化的一个涂装哦，然后有一些改模，那做的是相当的棒的哦。所以说呢，这款载具呢，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哦，无论是在任何角度、任何的细节哦，真的是。做的是非常赏心悦目的，摆在架上，哦，就是非常屌，非常帅，哦。
然后加上它这种超级拟真的这种载具形态哦，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样子哦。那所以说呢，这款载具形态呢，我个人是觉得说，基本上我找不到任何的缺点来批评它，真的，我找不到任何缺点。如果真的唯一要让我挑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它的涂装真的是涂得太棒了，涂得太屌了，让我不太敢去玩弄它哦。我每次要给它变形哦，其实我基本上我买回来只变形过一次，那为了录节目呢，我又练习了差不多一两次吧。我不太敢去变形它，因为它的涂装实在是涂得太棒了。那经过一些变形、一些摩擦呢，这些漆呢，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一些掉落啊、剥落的一些可能哦。所以呢，我是建议说，这一款玩具呢，你看你是要摆人形、摆载具，那基本上我觉得这款玩具的载具形态是最强的。好、哦，所以说呢，我都是以载具形态作为一个展示。那如果说变为载具形态放在架上呢，能够不要去变它就不要变它了啦，光是这样子看就已经很帅了啦，很屌了啦。齁、哦、那我们这个载具呢大概就像这个样子。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从载具变为人形的一个变形步骤。那首先呢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妹再拿回来一下齁、哦。这个妹齁、哦、刚才我忘了说它跟这个车子的比例齁、哦、其实它应该是巨人吧，因为它长这么高，跟车子的比例其实是不太对的。然后更不要说你想要把它塞到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根本就是塞不进去哦，塞不进去。可能可以这样子吧，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子 OK 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塞这样子。如果说你要把它摆一个坐姿把它塞进去的话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哦。所以说呢，这个妹呢，我们就把它丢到旁边去哦。那车子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那比例呢，大概是这个样子了哈。那我们来变形哦，首先我喜欢就是说把这个车门都先打开、哦、跟那个电影的人车系列一样、哦、都把它车门先打开，然后呢把这个后面这边稍微把它松开、哦、这边可以松开，然后你这样就看得更清楚了这里面的一些刻画，然后呢这边后面是可以把它松开的、哦、我先把它分开一点、欸、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后座的感觉哦，这个玩具很紧，因为我不太敢去变它。好，哎，打开来，把它都打开来，都打开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它设计的一个精妙的地方哦。它这个四个座位全部都有刻画出来，好、哦，后座也有哦。它连后座这种看不到的地方，它还有把这个后座的椅背的形状刻画出来哦。所以说呢，我真的是觉得说这款玩具做的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然后非常用心的一款玩具了哈，真的是，对，真的是用心是有差别的。然后呢，接下来把这个卡扣的稍微把它松开，哦，松开之后就可以把它这个脚把它整个拉出来，哦，拉到最平，拉到直，哦，把拉拉拉拉拉就对了，拉哦拉，哦拉到平。另外一边是一样，拉拉，嗯，哎哎，哦，哎对，没错，就拉，哎，哦，哎，哦哦，哎，对，不知道在鬼叫什么哈，我就是喜欢这样子鬼吼鬼叫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然后呢，这边这块东西呢，这块东西是要把它再往下搬的，然后往下搬的同时呢，把这个尾翼把它收起来，然后把它搬到下面去，哦，很紧，很紧，很紧，哎啊啊，先这样子好了啦。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把这个尾翼把它收起来，收起来，哎，把它收起来之后，把这个再搬到下面去，好，然后搬到下面去呢，这个整块呢，它就可以往下移，好，把它往下移到这边来。那我们先变这只，移到这边来之后呢，这边是这边透明部件，这边有个凸，然后在脚底的地方，这边有个凹，这边有个洞，哦，你要把它对起来，然后就把它。嘟进去，嘟进哦，那大概就像这个样子了哈、哦。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把这块东西呢旋转180度之后呢，把它放下来，嘿，放下来。然后这里有一个，这里是透明部件是一个洞哦，哦，就变成这个黑色的是一个凸，那就把它对准，然后就把它插进去，插就插，用力插，插紧，然后一双脚的变形呢，就像这个样子哈。哦其实并不是非常困难啊。两只脚变好之后呢，就把这个这边有一个关节，这个都是金属部件哦，非常的重哦，把它往上搬哦。它这里有一个关节，像是这个样子，
把它扳，扳成这个样子。接下来呢，把这个车头的部位呢，两边捏着把它往前拉，它会有一个联动的，你看它这个车门呢会跟着一起打开的，往前拉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腰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关节，把它往下翻，脚先把它移下来，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关节，把它往下翻，翻哦。然后这个会自动弹出来，这个你不需要去搬它，然后这可以跟下面这块东西扣紧，把它扣起来，扣起来，哦，咔一声，就像这个样子。那这个手的部分呢，这个手原本车门就是像这个样子，把它往下放，放到下面来，然后把这块收进去，这块东西把它往内折，收进去。然后椅背把它盖起来，原本是打开的，把它盖起来，稍微调整一下，这个东西把它，然后车头这个地方呢，这边是有两个凸的哦，是把它再把它扣紧，然后手才可以放出来，然后呢，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把这个转上去，水变转，这个东西就搬下来，然后椅背把它收起来，那这个东西稍微调整一下，稍微弄一下，搞它弄一下，然后最后呢，再把头部旋转180度。那我们这个 GTR Prime 的变身过程呢，就这样大功告成了。在我们大哥变为人形之后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正点的哦。无论是他的人形的一个比例哦，他的身形哦，看起来都是非常的不错哦。啊，除了说呢，他的手呢，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显短哦。那正面看是还好啦，那如果你把它放到侧面呢，然后把他手往上举呢，基本上啊，他的手呢只到他的胸口而已哦，看起来是有点畸形的哦。但是呢，是因为说他的肩膀关节呢是在身体的后面哦，所以说呢，如果你把它摆到人物的正面呢，看起来是还 OK 的哦，并不是看起来那么差的哦。那在各个角度呢，其实表现都相当不错啦。那在背后来说呢，这个车顶盖这个部位呢，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嫌大了一点齁。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说很好的啦，已经做得很棒了啦，我们就不要再找他麻烦了嘛，对不对啊？我这样讲对不对齁？那后面整块都是合金部件齁，所以后面的重量是非常的重的齁。但是因为说呢，它的脚的关节呢是一个齿轮关节，所以说呢，你稍微调整一下呢，基本上站立性也是没有问题的齁。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头雕。它的头雕呢做的是还不错的哦，看起来蛮屌的哦，是一个口罩版本，然后这边它还有带一个类似那种赛车的那个驾驶齁，会跟那个工作人员沟通的一个麦克风的一个样子齁。对，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刻画，做的是蛮精细的。那上面有一个这个，有点像是那个台湾有一些那种欧巴桑啊，他们为了怕那个太阳晒哦，头顶上会戴一个那个抗 UV 的、抗紫外线的这个头罩哦。所以说呢，我们大哥呢也是一个怕晒黑的一个人哦。那这个头呢，转到后面来看呢，就是这个引擎的刻画哦。那上面有写这个Nissan 什么 NISMO，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东，所以把它转回来。那头雕呢做的是还不错的哦。那胸口呢更不用说了，那车型之下所有的细节都在胸口这边呈现出来哦，以及侧边这个侧门的部分呢，看起来是非常丰富、非常有层次、非常有质感的，非常什么东东的啦哦。那手呢？手我们来看一下，顺便看一下可动性好了啦。头是可以360度的，它是一个球形关节哦，上下是一点点的哦。然后这一块是可以自由移动的。那这一块门板呢，它也是可以放到这一个的后面，跟那个 A01 Alternative 的那一个柯博文是一样的。但是我发现说呢，如果把它放到后面去呢，会影响它手的可动度哦，所以我就把它维持这个样子。那我觉得看起来是不错的。那手呢是可以360度是没问题的，但是跟侧边的这个距离真的是算得非常的刚好，所以说呢很容易会有一个稍微卡住的一个现象哦。然后这一块是可以自由移动的，然后车门当然是不用说是可以动，
然后二头肌是可以弯曲的，大概是这个角度。然后拳头呢是一个球形关节，那拳头就是一个刻画而已哦。那拳头非常的小，那普通的武器是不能握的哦。那他有附一把他专门的武器哦，等一下我们再拿出来看一下。那腰呢？腰是没有一个腰转的哦，所以我们这个大哥呢，他是一个没有腰的男人哦。但是没关系，因为他长得帅，所以没有腰呢也没有关系。那整体呢，这边全部都是有上一个银漆的，那涂的是不错的。以及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小的博派的标志哦，那印的是相当的不错哦。那他车型人形呢，唯一只有这个地方有这个博派的标志哦，所以我们这个大哥他是非常低调的哦，他不希望人家知道他是博派的。然后呢，手臂这边忘了说，这边这个是有一个武器可以打开的哦。这打开来就像这样子，哎，它蛮紧的哦。它是原本是这样收起来，然后是可以把它打开的。哦，那这个地方呢，我个人是觉得说，像这种小设计呢，尽管说它不一定说非常屌，但是它有用心做在这个地方呢，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加分的哦。那把它收起来，然后呢，它没有腰嘛，对不对？然后呢，脚是大腿处有旋转的，然后往前踢，大概是这样，齿轮关节。然后往外呢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往后也是齿轮关节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那膝盖弯曲呢，大概是这个样子哦。齿轮关节那关节的力道呢都还不错。那脚掌呢有一个接地的功能哦，所以说我们这个大哥呢，他的可动性也是相当不错的，基本上可以摆出蛮不错的漂亮的一个 pose 哦。那这款玩具呢，它有附带一个武器。这个是 A01 那款 Alternative 的那个科博文，它就没有这款武器哦。那这款玩具它有多做了这个武器，那整体的刻画是普通哦。那看起来没有任何涂装，那我们给它拿看啊，就把它嘟进去，就把它插下去，就插插下去就像这个样子哦。那插的是不紧的，插不紧的哦。那你稍微给它晃动一下呢，它就掉了。所以说呢，这个武器呢，我们这个大哥拿这个武器呢，遇到敌人呢，他只要一紧张呢，手一滑呢，这个武器就会那个自动掉下去哦。所以呢，这个武器我们就把它丢到旁边，就再丢远一点，滚开啊，不要挡在这边，每次都丢不远。那我们这款大哥呢，基本上呢，在人形之下呢，我是觉得说，除了手稍微显短了一点之外呢，基本上我觉得看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非常正点哦。啊，你给可以给他摆很多姿势，其实都没什么问题哦。那这款玩具呢，我个人是觉得说，它是非常具有一个收藏性的一个玩具哦。在车型之下呢，它看起来真的是不用说了，是非常非常正点的哦。基本上这个官方所出的所有的玩具里面呢，车型之下做的这么棒的，我觉得就只有这一款让我觉得说是做的最棒的了哦。那在人形之下呢，它的可动性呢也是相当不错的哦。人物的比例哦，涂装来说，也是一等一的啦哦，没有什么好挑剔的。除了说它后面这块有点重，人物比较容易往后面倒，啊手可能稍显短了一点点哦。其他的来说，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款是非常值得收藏，啊我也非常非常推荐这一款作品哦。那这款 GT Prime 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We are autonomous robotic organisms from the planet Cybertron.